UP 主，有人白嫖你视频。听话，给我三连。不要。哦，我给，我给还不行吗？好的，欢迎观众老爷们收看本期单周一张六的精彩解说炒作，哼，斗地主视频。好，第一局送福利了，那么第二局呢？哇，对面是个白马，不过不慌，我有两张桃子，我曹某人亲自用桃子丢他。奥利给，谢谢小葵同学的礼物。好，这个时候把区域搞了两滴血，大哥你这不辅佐我吗？大哥，哎呀，蠢的一批呀！你看这个人，他在想什么呀？这一波直接把伞全部扔掉，然后有妙手，这一波妙在哪里？先把牌用的差不多了，然后先火攻。好，两滴血。赌他一手决斗，好吧。兄弟们，翻车翻得翔不翔？那么这局素材呢，是我直播的时候打的，有很多观众对我这个操作不理解。好，我今天就来放慢脚步，一点一点的给大家细讲。好，首先这是个普通的魏延，所以第一刀即使扣血了，他也不会摸牌。然后呢，九杀打出来。好，乐不思蜀，他乐的是这个马良。好，这就好办了，怎么办啊？我们先重注一下，因为这个顺手牵羊是要给这个马良的，怎么办啊？顺手牵羊无懈，顺手牵羊牵八卦，他无懈了，然后把这个顺手牵羊控顶，然后再重注，把这个加一马控住，然后这一刀直接出红桃的火杀，注意啊，一定要是红桃。好，然后控了个顶，然后这个黑桃马没有了，怎么办啊？现在这个顶上是一张红桃。杀和一张黑桃顺手牵羊，你看啊，这一波是不是红桃？如果你这个时候再把这个方片杀，再杀他一刀的话，那他这个八卦阵判的就是红桃，懂我的意思吗？所以第二刀我就没杀，我这个地方沉略是因为我下回合方便我打更大的输出，懂吗？闪！你看这个马良顺手牵羊也有了，天过也过了，是吧？都是我给他控的，都是我给他安排的明明白白的，这个加一马就当是给这个魏延扣了一滴血，懂我的意思了吗？兄弟们，六哥的 BB 机玩的翔不翔？如果换成我们的技术 UP 主唐外，那就不一定了啊。那么这局呢，我还来一把这个地主的这个教程，怎么办？先杀他一刀，然后控张顶，控顶不重要，主要是为了过牌。好，然后万箭齐发，这个时候我手上的牌很牛逼了，兄弟们，直接莽他就行了，直接打九杀。好，纪律成此战必胜，然后直接打九杀。有桃子吗？有桃子的话我也不慌，因为这是个普通的刘备，对我来说构成的威胁不是特别大。好，他直接退游戏来了，那我就游戏结束了，好吧，那就GG了。有一说一，许攸这个将可以说是整个三国杀里面最吃操作的一个将，最费脑的一个将，知道吧，兄弟们？那么这一局呢，玩的是个好扒皮。喜欢抢地主是吧？哟，沈佩，这一波他玩个赌怪怎么办啊？好，喇嘛入侵直接出杀，我要把他的牌扒光啊！这一波，看这个上 AK 了，好，天过了 ，nice， 笨蛋，这一波直接怎么说？好，上这个冠师府杀他一刀，进城了。哎呀，这个动态我真的好想笑啊！入城的这个，这波直接过河拆桥，火攻的命中率太低了。好，又进城了，游戏结束了，区区。然后呢，不堪受辱，宁死不降，兄弟们，宁死不降，符合这个史实，再次还原了历史，兄弟们。那么这局实在没将可选了，选了一个这个人称东吴小歌王的严峻。这一波我感觉应该严格递减的，兄弟们，但是我贪了这个蓝曼入侵这一点伤害，所以我就严格递增了。不过问题也不是特别大，我操，是四张闪就离谱，为什么我手上拿的是刘岩的牌啊，兄弟们？啊，这一波怎么说？其实我这个将有点克刘岩，你看他杀我一刀，我应该直接出红桃闪，我是后知后觉，兄弟们，你看我可以给他牌，你知道吧？给，这个时候我应该出一张，他杀我第一刀的时候，我就应该出一张红桃闪给他，恶心恶心他。哎，不过问题不大，反正这一把是娱乐局。然后呢，就这，好，这一波有妙手，直接退桃上加一马，杀他一刀，然后来了一点七，蓝曼入侵一开。然后乐不思蜀，乐这个刘焉吧，乐不思蜀乐刘焉，然后再杀这个李峰一刀，然后再唱歌。好，无中生有，兄弟们唱起来了啊！再杀，有酒是吧？再杀，游戏结束了，区区，你区区一滴血，你怎么跟我打？我身上满装备，
哇，兄弟们，你们别小看了这个将，这个将是真的有点恶心。好，这波直接借刀杀人，然后杀他一刀，放弃了。那么这局呢？王元姬可以，大家应该是第一次看到我这个王元姬，我觉得这个将很无脑，你知道吗？好，这个牌非常 nice， 我直播的时候经常用这个将，如果有的话我必玩，因为这个将太牛，太变态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将当地主的话算是一个 T0 级的顶级地主，跟许攸不相上下。但是因为许攸如果有一张乐不思蜀的话，他如果控这个乐不思蜀的顶，打残的贴个乐不思蜀，那他就那这个许攸真的就是无可匹敌。你看这个将其实也特别恶心，这一波怎么办？秒可以秒一个，这一波决斗啊，他不出杀，那没办法，那就只能顺手牵羊上古灵刀杀这个孙尚香一刀。好，他救不回来的，然后怎么办啊？再杀，出闪了，忍他一手吧，再杀一刀。然后上马出城结束。为什么我要上这个马啊？我不是为了这个帷幕啊，我也不是为了这个明哲，我是为了下一波的这个千冲。千冲这个技能真的很恶心，尤其是牌多杀多的时候，贼变态，你知道吗？这一波扣两滴血，不过我回头来摸两张牌不亏。好，这一波直接蓝马入侵，他出杀，他死定了。过菜椒一张杀结束，不浪费时间了，好吧，兄弟们，玩的行不行？那么这局呢，玩的是个借孙权。有一说一，有的时候扎拳比这个曹纯更好用。哇，这一波相当棘手，有个乐不思蜀，我故意刷的。好，无中生有，没无懈是吧？杀这个介魏延一刀，千万不要拆我的乐不思蜀。好，这一波直接结束。过拆桥拆这个介魏延的桃子，看看能不能拆下来。拆了一张杀，有点亏。然后呢？杀。戏子才怎么说？戏子才有桃吗？上马出城，好。没桃子，合理。这一波蓝马入侵直接开，然后好，又是黑。好，这一波有桃子救活了，不慌。还好不是这个介魏延吃桃子，然后直接九。好，过菜椒，过菜椒九杀，游戏结束。哟，救回来了，那你自己也没了。好，这一波怎么说？游戏结束啦，区区。这一波操作呢，很多人都能打出来，但是我这个运气可以说是非常好的，因为对面这个戏子才没有宇宙之力，所以我就赢得了胜利。那么这局呢，玩的是个翻车王。我希望你们这些年轻人可以告诉我输字怎么写。曹昂，不过还好，我有一张这个蓝蛮入侵。好，这一波直接开蓝蛮，因为没有属性杀，所以这个铁索连环没有用，直接重铸了。这一波结束，这个杀不要杀了。然后呢，火攻我忍他一手，兄弟们忍一忍，风平浪静，骗了一张九不亏。好，他给我一张牌，我想了一下，还是使用吧，兄弟们还是使用，不然的话这个毕竟。这个吕凯搞我，让这个曹昂杀我一刀，我操！就这，哎，我好后悔啊，兄弟们！早知道我就不上这个武器了。不过问题不大。然后呢，秒一个还不稳吗？兄弟，死了没？死了 ，nice。然后呢，来五张牌，好吧，五张牌秒给我看。怎么说？四张牌吗？啊，杀我一刀，我出闪。然后呢，无风的我不亏，你这个乐不思蜀我不亏，真的。好，这一波直接重铸掉。哎呀，差一点就翻车了，就差那么一点点，不好意思，我技高一筹。那么这一局呢，我又抢到地主了，我抢得好，我抢得妙，我抢的是呱呱叫。你还刷了个无中生有，孝敬我白马王子啊！两刀砍下去，游戏结束了，没桃子，合理。这个马直接扔掉啊，没有必要上马出城。好，然后这一波过河拆桥。过菜桥杀一刀，扣他两滴血，就这样吧。好，杀一刀，然后呢，吃桃子救回来，上马出城，兄弟们，上马出城，忍一忍，风平浪静，就这呀，游戏结束了。然后呢，你已经死了。哎呀，给我们的忠臣倒一杯卡布奇诺，最喜欢对面玩那个四害了，知道吗？那么这一局呢？哎呀，相当 nice， 这一局永动机，兄弟们，永动机，你看杀都不敢杀，这个马良，连一张杀都不敢出，然后他杀我一刀，啊，扣了马良一滴血，不亏，这一波决斗又扣他一滴血，这个顺手牵羊不要牵这个足球羽扇、啊，亏了，因为马良手上的牌很好，好，你看这一波不亏，兄弟们，然后这个结阴是没法结了，然后结了个寂寞，好，这一波九杀西子才，游戏结束，判红了，游戏结束，哼，年轻人喜欢抢地主，那么这局还是没抢到地主，可惜了，哎呦，歌王。
相当棘手啊，兄弟们！哎，这个牌可以偷地主一手，这个牌古灵刀，这个冠师符九杀。哎，让他唱歌吧，让他唱吧。我操！这个戒左池四十个宝珠就换了一个马术，牛批呀、啊！去，哎，丢两把 AK 合理。好、哦，这一波直接决斗，他是不会出杀的、啊，兄弟们，他绝对不可能出杀。这一波直接打九杀，这个桃子不吃，结束。疑兵之计这一波，然后呢，你还敢开五五红灯？然后呢，啊，全是红的，不慌，我不怕，兄弟们。哦，把我这个冠师符给扔了。好、哦，这一波队友有桃子，好评。然后呢，大哥你变点别的不行吗？你他妈就……哎呀，我好想突啊！就这啊，价格四十个宝珠的这个马术，你是认真的吗？啊，这一波又九杀成功了。然后呢，几个桃子呀？就这，游戏结束了。这个时候不要出闪啊，兄弟们，因为他有青龙偃月刀。其实说不能出吧，也可以出，因为它都好像都是红的，满堂红啊，兄弟们。好，这一波我直接顺利的带走了它。好的，感谢老铁们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